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公司有个急事，急需我处理，所以来一趟。哎，节假日我不是给你放假了吗？你怎么还在这里值班？是新来的刀哥让我在值班的，不然的话，他要扣我工资，本来工资就不够，再扣的话就没有了。刀哥，就是那个从强盛集团调过来的保安队长呀。是他？行，这个事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，好好过节，陪家里人好好休息一下。是。休息什么休息？你谁呀？刀哥，他。他就是他，你哪个单位的？你家住太平洋吗？管这么宽？你就是刀哥啊！我问你，节假日为什么不让人家休息？更何况人家腿还受伤了。休息？你想休息？嗯，不想。你想过节？不想不想。看到没有？是他自己不想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金海刀哥，你少在这闲吃萝卜淡操心。你别站着去，别耽误我送礼。我说你。太叔，你总算来了。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家家户户的衣服呀都该洗了。这个呢是合作方送来的样品，素可欣洗衣凝露，急需您品尝一下，给定个价。嗯，这个呀我在工厂品尝过，这是一款浓缩的洗衣凝露，机洗手洗二合一，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使用，可以有效的去除油脂污渍水果渍，洗过的衣服干净舒适，而且还持久留香72小时。那我们就定价亲民点，买3桶还送一桶，一共4大桶，足足8斤重，只要29.9元，还给大家做包邮。来，你去安排吧。啊，8斤只要29.9元？好的，我去安排。哦，对了，太叔，这位呢就是从强盛集团调过来的刀哥。原来您就是太叔了。刚才呀是我有眼无珠，只不过跟你开一个小小的玩笑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你看，我告诉你。我让高启强派过来的是保护我公司安全的，而不是欺负员工、克扣员工福利，还有像你这样子嚣张跋扈、滥用职权，我们公司不欢迎。现在马上给我出来！阿姨，刚才的事情啊，是我管理不当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我向你道歉。对不起，阿姨。还有啊，这不放假吗？赶紧回去。陪家人好好过个节，休息休息。谢谢老板。家人们，你们认为我做的对吗？